打理一座新村，如同照料一棵植物，需要锲而不舍的毅力，长时间细心的照料，才可以看得到那盛开灿烂的花海。过去好几年前呢，深美兰万茂新村村委会啊，就积极的推广活化社区运动，将这了无生气的老旧新村摇身一变，变成了朝气十足的年轻新村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来到这一边看看走走。莲姐你好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在这万物皆茂的氛围，探索着每个角落的人事物，不同年龄就是跨代的沟通跟交流跟合作是很难得的。温暖的社区力量就像铺遍满地的太阳花，照耀着万茂新村。记得要收看由Tong Tong还有八度空间所播出的《新村之后二》，陪我阿哲一起细品生活百味，发现新村之美。